什么？我对你怀念特别多。你离去后，我整夜独上西楼，向谁诉说月如更弯，夜下无声。我想写信问你为什么。对你怀念特别多，问你为什么。我对你怀念特别多。欢迎徐宽台湾榜春风，这个对你怀念特别多。那天的情我跟一般不敢赶快，就是那个这个节奏啊，弄个稍微改变节，很轻松啊，很愉快啊，变成巴沙罗马呢。希望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，常常听到传统的这个演奏方式，我们也换一下味道。其实国乐哈，有当下好难感觉哈，感觉较轻，不过心情较叮当。是是是。啊，那个这个换了一个旋律哈，希望这个节目的感觉，好大概是安尼，当轻松也当快乐。最主要的这个编曲，这个徐老师、寇贵老师真好编呐，编到真好，咱讲真经啦哈。所以我们介意啦。欣赏咱的节目哦，真正你会在这个音乐上得到另外不同的感受，这是我们做节目最大的宗旨，也是我们的坚持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赶快做精彩哦。